如何治疗更年期综合征，如文医生特邀专家张雪玉，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妇科主任医师。这个如何治疗更年期综合征呢？这个话题呢也是比较大的啊。那么第一个，治疗更年期综合症呢也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方法啊，不是说更年期综合症用激素治疗，这不是的。那么激素治疗呢只是缓解更年期这些不适症状的一个有效的方法之一，但并不是全部。第一个，要保持良好的心态。那么第二，要加强体育锻炼啊，做适合自己的一个体育锻炼，这是第二。那么第三个是饮食方面，饮食你要吃营养高啊，易消化等等这些饮食。第四个就是要到医院啊，寻求这个帮助来进行相应的激素补充的治疗。那么当然还有中医中药的治疗也可以，那么还有我们这个神经的调节剂利福敏的一个治疗。